大家好，我是摩克斯，今天就玩吞食天天。限时每日厨子送好礼，天机符召唤文章宝盒，武器随机抽奖券，卡片随机抽奖券。好，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每日厨子好礼可以得到天机符召唤文章宝盒、武将随机抽奖券、卡片随机抽奖券喽。OK， 做一个重点提醒，我们今天就把主线解完吧。上一期我们有收集那个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合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继续来做一个签到哈。诶，他在骗我吗？怎么办？可是我不知道商人在哪里。找一下商人，找一下商人。这边有商人。我们不能点丢弃，这是什么？可现在那么多东西，我们要怎么登啊？所以我如果已经有那一只角色的话，我可以把它丢掉吗？因为我们现在东西太多了。先把这个引导接完好吗？那么在走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商人。其实我有一个背包皮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看到商人，我应该会很生气，把它全部都丢掉。先刷一下存在。好，终于挂机。那其实我本身有一个背包皮哦，你就可以，如果你真的很在乎你的背包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做一个，当然，其实我觉得抽到好的比较要紧啊。Oh my god， 惨了，太夸张了吧！可以看一下吗 ？Oh my god， 怎么那么爽啊？重点是我们武将已经爆满啦、啊！我先整理一下背包。啊，可是我现在都没有主练的角色哎，那我怎么做一个武将的提升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了。各位观众，这边有一个哦，这个你要记起来哦。可是我觉得你们要去看星级啊，像这一只五星的话，你就要直接就可以主练了。那主练的话呢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你们。背包中的东西要自己来做一个升级啊，有时候说这期的背包整理真的很乱。哎，玩错了。
所以消耗品我们先把它吃完好了。我之后应该把它们全部都卖掉吧，因为我真的会恼怒。哎、欸，那先出战那一只啊？对啊，国土啊，国土不是五星的角色，五星角色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放掉了，因为本身没有五星角色练它也没有用，出去被削一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卡在这边？我说我要点，我要挑战就对了。我所以怎么玩啊？太扯了吧！这主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不能按自动，我不能按自动。我有说要给你按自动吗？哎呀，然后自己把我按自动耶，我快疯了我。怎么办？要去找你那里找木瓜。好，你可以把这些支线完成，再去拒绝主线。好了，就不要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频道，拜拜。